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无穷的。庄子在《列喻寇》当中说，对了解一个人有九个方面的阐述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，受骗了，啊，被人家欺骗了，就是不会看人嘛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早就讲了，看人，庄子说过有九种方法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第一，远使之而观其中，就是远离一个人来观察他是否忠诚。你在他边上，他可能很忠诚，但是你离开他远了，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，智慧吧。第二，近使之而观其境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，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。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，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，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。第三，凡使之而观其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，而观其能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，这个人就有本事。如果解决不了，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。第四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卒然就是突然去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，观察他思想的意识。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，当突然问他问题，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？第五，己与之其而观其性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，知其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，你看他能否遵守诺言。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诺言，这个人不可交也啊。第六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人。你给他钱，让他管理钱财，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。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，所以你将钱财托付于他管理和使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，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啊。第七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境地区去时候，告之以危就是你告诉你，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节操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先自己逃走，让别人去受苦，让别人去承担危险，他自己逃走了。所以一到危险的时候，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还是假狗熊。第八，醉之以酒而观其策，就是说你让他，比方说这个人喝醉了之后，你看他的仪表，考察他是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。你看酒后很多人做坏事，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你看他喝醉了就能知道他心里，他对礼义仁智信的这种态度。第九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就是
观察对方在不同的群体，啥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和不同的场合当中，他到底对别人待人接物有没有不一样。他看见这个人了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看见那个，哎，好好好好，那这种人呢就是不是太仁义啊，理智性的人，那么前后一套啊，所以不同场合啊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，对不同的人，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。这种人呢，你要值得警惕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庄子的智慧啊，好不好，厉害不厉害？所以台上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在很多的场合有人多的地方吃饭，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。你们随便接电话，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。你比方说你跟一个领导坐在一起吃饭，比方说电话来了，你拿起电话来，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，你肯定是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知道待会再打了，我再跟人家吃饭一管。哎，领导，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这个人啊，小人呢，对下面这个样子呢，对我这个样子肯定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接起电话，对不对啊，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啊，你看，哎，你好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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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哎呀是，好好啊，好，你看这领导看了你，这人不就是看谁位置高拍谁吗？你又有问题了。所以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，最好说对不起，我出去接个电话，不打扰别人，那是智慧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，可以发现谁是不屑之人，谁是贤德之人。